白山水带来的不仅是水，而是长白山岁月沉淀的纯净，更带着大自然的天赐祝福。长白山，白山水。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微气频道。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继续为您现场直播第23届农心新拉面杯中韩经典超级对决对抗。今天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王浩洋七段，王老师您好。啊，邱老师好，观众朋友下午好。如果关注我们这个直播的话呢，就知道昨天已经下了第一轮了。嗯，昨天我们是2-1赢了韩国。那么这个参赛的6位棋手呢，分别是中方呢是刘晓光九段，常浩九段和郁之莹七段。韩国那边参加比赛的呢是曹李诗图，就曹勋玄九段和李昌浩九段，还有就是崔金九段，实力非常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李昌浩，这个口罩戴得好严实啊，看着。嗯。今天呢，分别都是这个对抗呢，就是郁之莹是对崔金，然后常浩是对李昌浩，曹勋玄是对阵刘晓光。现在我们看到常浩正在苦苦的思索之中，好像看到是，那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呢，就是今天呢，除了这个中韩的对抗以外，我们还将为大家现场直播围甲的比赛，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直播时间会达到4个小时，应该说对棋迷朋友们来说，这是一个盛宴吧，大家可以多看几盘棋啊，这是韩国崔金。看起来他们这个防疫要求比较严格，是吧？这口罩戴的都好严实。行，那我们下面先来看棋吧，然后再慢慢的跟大家聊聊这个对决的事儿对抗的事儿。这盘棋呢是崔金执黑先行。那就是在昨天的比赛中是。成绩是咱们赢了，我们是2-1赢了。那个常浩呢，他是就是说这个局面不利的情况下，后边逆转了曹勋玄九段。然后昨天是小鱼郁之莹呢，他是赢了李昌浩，然后刘晓光九段呢是输给崔金了。所以是2-1。2-1。如果今天我们能拿下的话，那我们应该已经赢了。是下几场？下三场。就总共下三盘，就是说每个人。就对面三个人他都得对一遍就是说是这样一个状况。那实战黑的是黑棋点三三，点三三也是很常见了。对，是的，布局上大家都看多了哈。长小飞，在这个局部的话，现在。一般来说，在白棋这里有子儿的时候，黑棋小飞出来比较常见一点。没错，就是如果是黑棋的子的时候，其实可能跳出来的时候会多一些。哦，对，就是跳的话，现在不怕人家冲断吗？不，就是说，这个肯定是怕的。就是比如果是这样，比如这样，这样换一个。对，那倒是。就是在黑棋有子的时候，好像跳出来它的发展会更好一点。当然，刚才邱老师说的很就是。争子得有利，对对，是跟争子有关系。对，首先争子要有利啊，就是现在的话，黑棋白棋如果他如果冲到外面，肯定黑棋不怕嘛。那肯定把他打掉了。对，黑棋这样的话，就等于是白棋就等于连扳了一个。对，等于扳了连扳啊。现在等于下完以后，黑棋贴起来之后，黑棋这边的一个发展还是比较舒服的。是的。所以说首先冲到外面肯定不怕。那么黑棋就是最怕的肯定还是说冲了断里，对，白棋冲了断里一边，对，然后吃提掉啊。如果就看争子这个棋，现在是争不掉的，对，毫无疑问。现在是显然是争不掉的，争不掉的话呢，肯定黑棋还是可以。如果争掉的话，局部肯定白棋是要好一点。当然就是如果说黑棋有一个比较好的舒服的引征，那么就是你这样跳出来，如果别人争你的话，你有引征也是可以的。没错，这样你就是首先你得就是看得稍微远一点。是的，是的。那么如果大眼一看这样的话，那肯定争子不利，白棋也不行。对，是这意思。所以大家可能下的时候可以想得长远一点。对，不一定说这棋掉点儿我就不能下了。我觉得，就局部可能白棋局部冲了扳一个，可能是一个。
就在自己不能冲断外边和都不能冲断里边的话，局部是有这样的一个下法。那搬一个黑棋怎么办呢？黑棋首先它不能搬住，如果搬住的话被断的话，它只能就你不能转换，你转换的话，就是和刚才我们这个搬连搬相比的话呢，就是等于这多了一个这个交换。对，就等于这搬了一下，这个差好多好多。这个你说亏一手棋都有可能，就是没有亏一手棋，但也差不多，就是我反正就是这样的棋。对，有一次。我看学生下棋贴的时候，然后自己提了一个黑棋白棋，当然这步棋肯定不是什么好棋，但是自提一下，但他确实他觉得我不太好下了，我觉得他说我搬起来的话感觉被撇起来，贴因为不能连搬嘛，他觉得很难受，然后不搬的话这块棋他就是他这有一定的发展，然后呢他不知道怎么下，然后自己提了一个，当然这是提肯定不是棋了，但是就是说那既然但是有人这么下呢，就是证明这手棋肯定是很有价值的。但黑棋等于你现在这让我白提了一个，这个还损了，哎，这样肯定受不了黑棋，是的，所以这个转换肯定是不成比例，就是不能接受的。我觉得王老师这个学生很有想法，想法就是所以就断外边的时候，就搬完以后，就是这个棋断外边，那么黑棋接上，这样白棋长或者对这样的话就。把黑棋断到里边，白棋其实是可以接受，虽然可能还是争不掉，但这地方没有被黑的提掉，将来白的粘黑棋还得做活。哇、哦、这太难受了，以后这个局部是定型是这样子的。对。然后这个还可以点一下搬一下，这脚上总共三步棋。对。可能长到这可能只能打拔。是，我也觉得是，这打拔可能只能打拔，只能打拔，然后。那他就走一个。对，白棋大概是走一个。这样的话，局部黑棋稍微有点小，脚里活得有点小，有点委屈。没错，我觉得黑棋亏了。这里。对，所以说呢，就是这棋当冲了扳的时候呢，黑棋不能跟着硬了，就脱先了吗？就是可能会贴起来，脱先也是一种方法。脱先也是一种方法，但脱先的话，将来白棋呢，他就自己淡淡的这样长一个，这样局部黑棋你好像没什么好棋下了。但是这地方这个局部等于白棋多了两手棋。对。对。就是正常来说，更常见的是贴起来，当然就是脱先，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的了。但正常就是贴起来，贴起来，贴起来之后，白棋好像最常见的是走在这儿。我好难理解这棋下。就是他走在这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你还是不能搬，你搬了我就断了长，我还是要断了长出来。然后呢，黑棋可能脱先。可能走别的，就是，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后话，就是下成这样的话，就是局部双方也都差不多，也都差不多。就是当别人跳的时候，如果你很难受，冲了扳也是一种下法，然后黑棋贴起来，局部的话，白棋如果长一个，那么起来，这样的话，黑棋有这个配合，看上去还是可以的。还是不错的。我还挺喜欢下黑棋啊，还是不错的。知道啊，肯定作为黑方来说，他既然他选择跳出来，你冲了扳，他应该是要贴起来，这样发展这边。没错，是这样。那么作为白棋来说，他可能会走这儿。这样的话，后面这个变化比较复杂，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定型这样。那如果说不打算走的话，那就人家跳的时候也可以脱先吗？也可以脱先，当然可以脱先。脱先的话，白黑棋将来没事，他自己尖一个。对，是的。他就觉得比飞了尖起来呢要好一些，要好一些。因为跳了尖的话呢，他这个头硬一些。自身的棋形也比较完整。对。也比较完整。这也是跳出来的意图。当然，这盘棋的话不是这样子。这盘棋由于这样两个星位换了一下。换了一下，如果黑棋跳出来再尖，其实也没什么发展，没错。所以说它就没意义，就很多的棋它都不符合它跳出来的一本意，就它因为跳出来肯定想发展这边，但很多的定型可能对黑棋来说它都不满意。我在想，白棋之所以现在多见于挡外面，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就是白棋挡哪个，我一直都不知道哪个好。但是呢，就是作为白方来说，肯定是他觉得从白方的意图来说，他把局面打散应该是他的一个意图。所以说他挡在这儿的话，双方大家不是就打散了吗？对对对，我要挡这边，那可能就我得围模样跟你对围，就是我这样是不是从格局上来说不是很满意？没错。当然这跟个人的风格也有关系。对对。实战的话，飞肯定是最常见的。是的。
然后白棋反手点角啊，你点我的，我点你的，嗯，但黑棋这次挡的是里面，挡的是里面，对，他没有挡那边。这个地方一直我都觉得其实差不多啊，选哪边只是就是你想下成什么样的格局的问题，我觉得是啊，这是一个设计的问题，整体对。就感觉像乔老师说，你说这个设计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你一个家里要装修，你把对吧？你想把它设计成中式的，还是欧式的，还是美式的，或者是都有可能，就是看你个人喜好。是啊，那所以挡哪边感觉都差不多。嗯，实际上黑棋是没有长，是选择飞，因为它现在长的话，跟刚才我们说的是有点像。嗯，白棋在这个时候可能会选择跳出来。对对对，是的。这样的话，因为它这个子是白棋的，那么首先这里争子的话，我们看从这里争过去啊，是争不掉，它跑到这里，然后你是争不掉的。那么争不掉的话，这个棋你冲了扳，它贴起来，像刚才那样，我们说白棋应该也是可以满意的。对。那么你冲到外面，就是它没有，它跳出来以后没有不满意的地方。是的。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的话，而且这边也没什么好的引争。对，黑棋。也就尖起来了，还能怎么样？对，所以说他长一个应该是会这时候怕跳出来，有可能。对，所以说呢，他选择了飞。对，所以他选择了飞。就在这个时候，就他挡哪边，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没什么学问。但他什么时候选择长，什么时候选择飞，什么时候选择搬了连搬，这些还是比较有讲究。对，是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他，我们看到崔京他选择了飞啊，肯定还是觉得有点惧怕，这个担心白棋于志英场那个跳出来。哦，嗯，是这样子。对，然后这个时候于志英实战选择了拖，这步棋就是我有点没想明白。就是他是想迎头而上吗？他觉得邵老师觉得就是他为什么要拖一个呢？因为我对于之后这个就米氏飞刀，我们称之为米氏飞刀的这个下法，我就变化我不是很熟悉，不是很熟悉，我不敢说我都搞清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拖一个，他是觉得他的变化可能他搞得很清楚，他搞得很清楚，他觉得，所以说他就是冲上去了，这是我能理解的范围。看到这部拖，我就想起来前两天这个谁啊，这个微服房开杯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半决赛的时候，这个杨凯文和李清城下的一盘棋，就是他那个棋啊，李清城也是主动拖了上去，但是当时我是认为，为什么白棋他不是顶了扳，他为什么不是选择顶了扳的？嗯，就这个感觉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我觉得未解之谜啊。就现在说实话，我觉得白棋如果我下，我肯定一秒就顶了扳。为什么呢？就是首先顶了扳，他肯定不会怕这个长吧？对对，是的，他肯定不会怕长了长吧？你长了长的话，对吧？白棋我再挂角也有，点三三的也有，就是然后什么就这边分头的也有，就算挂个角吧，挂角比较常见一点。那首先你长了长和你拖的时候我长了长，其实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几乎是一样的。就白棋顶了一下啊，对，白棋就顶了一下，这顶一下差不多的。对。啊，那么首先我觉得黑棋肯定不会惧怕黑的长的长，对吧？我顶了扳不会怕你长的长。那么如果说你跟着我扳，扳了断，对，这个是顶了扳最害怕的下法，没就基本上没有之一了，然后白棋现在我吃，这样，就是下成这个图，对。下成这个图，这现在能争掉吗？现在你争子不利，你肯定是刚才争子不利，现在也争子不利，大概也争不掉，肯定也争不掉，那就你飞一个啊，那么就下成这样基本图。如果算白棋，我们完整一个，把这个定式下完整，飞一个，飞一个。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局部来说，你本身黑棋争不掉这个，你只能飞，那么这个局部其实白棋是不会亏的，可能稍得一点点，差不多，那么从方向上来说，白棋转到这边来，你黑棋这二连星的配合也没了，然后你的后势对着我的星的话，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发展。我感觉从这样的情况下来说，不管是局部还是局面，我感觉就是方向白棋都还可以，没有怕的地方。那么我就是这样理解，如果说在黑棋飞这个的时候，黑棋是想要走这条边的情况下，那么白棋顶了扳是完全没有任何可以惧怕的东西。他怕扳了断，就如果你争子不利，你被争了不行。对，还有争子问题。还有争子问题。是。就他扳了断，就是首先就是
你顶了班的时候，顶了班的时候，首先你要担心两点，一个是什么？你自己争死不利，别人搬了断，这个死要争掉你。对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黑棋他想转到这一条边来，那你顶了班被搬了断，可能就要被黑棋实现这样的一个愿望。没错，是啊，那现在白棋这两个条件显然都不怕，都不怕，对吧？这两个条件都成立。嗯，那么就你转到这边来，我也不怕，然后你争子你也不利。嗯，那么我顶了班，就唯一怕的就黑棋脱先了。就唯一怕的就是小鱼可能怕的黑棋脱先了，怕他脱先呢？对，就是他等，他就比如说他守个角，啊，比如说守个角，那么他接下来，那么白棋可能最严厉的手段就是打了立一个，嗯，就他觉得这样下，虽然白棋局部实力还可以，局部效率也还行，但是对黑棋没有什么冲劲儿，对，啊，就是反正你下成这样，白棋黑棋继续脱先，嗯。也是，就是双方大致也差不多。嗯，那么他就唯一惧怕的可能是脱先，他单脱的意图是什么？如果你也脱先，嗯，那么他可能不是顶了打了扳，他可能是要直接给你，这个，他可能是直接要这样练你，哦，这个更加严厉。对他可能是要这样练你，嗯，然后立一个，然后顶，哇，挡住，那黑的可能拆二，对白的扳或者长这两个都可。嗯，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这是一个很后面的非常复杂，但是说白棋总的来说应该不太害怕，嗯，就这样下法，嗯，总的来说白棋不太害怕啊，就是如果黑棋直接脱先，白棋应该是要搬出来这样跟黑棋战斗，嗯，啊，那么如果说刚才那个棋形，哪个？就这样的棋形，哎，那么白棋打出来的话，是相比于这个好像没有那么严厉，这样打出来的话就没有那么严厉了，对，白黑的爬，再长这个，再长黑的可以跳这个，哦，可以跳在这儿，对，如果飞的话他就搬虎，对，你飞的话他搬，嗯，他好像是搬了拖，啊，搬了单拖的这棋是，嗯，搬了拖，哦，虎一个是不是还有可能怕他顶在这儿？嗯，虎也不怕，他盯的话搬一下，你再就跳出去就火去，就行。他可能会打，啊，就你这一下有可能亏了，就你这个棋形可能还是要虎，哦，还是你要飞的话被提一下，衰越难受，对，他可能还是要虎，嗯，啊，然后你搬的话，然后加一个，就是他下这个图，黑棋，哦，是这样下的，对，这棋，嗯，虎一个的，虎一个。对，他打一下，打然后粘上，这个子不能轻易的给白棋黑棋的，那他只能走外面，只能加死，因为不走贴死了嘛。对啊，然后我虎，哦，那就跳一个，对，你跳或者搬，嗯，反正搬我也是，就是搬，嗯，你打十，那虎一个，嗯，然后拐下来，就黑棋可能也要这样下，哦，因为拐下来以后白棋这局部还不活。搬完了一出是吧？对，里面是打劫火，是个劫。嗯，这棋就将来你搬一个，有可能白棋还棋，但是就这个局部杀的时候啊，就是，陈老师感觉非常好，就是我觉得杀的时候就搬在这儿杀，因为你要想杀的话，其实他直接扑是吧？但是单扑的话也是打劫火。哦，单扑完了，但是他白棋虎一个。然后呢，你就提掉，嗯，这样跟他打这点一个打这个劫，啊，反正，但这个劫是个两手劫，就是黑棋你消不掉，是的，啊，你索性其实你不如先搬一下，先问一下白棋，他要实在他虎在这儿就算了，他这两个不要了再团活你无所谓，这两个子不要了，我觉得生不如死，啊，就基本上等于生不如死。那么如果他虎的话，你再扑的话就是锦气劫了，是的，就是他吼你直接打在这儿就变成锦气劫了。啊，所以这个局部就我给大家建议，如果下成这样，将来你比如说你下，除非你说你劫财特别有力，你打两手劫你也能打死他，那也可以啊。正常来说，搬在这儿已经可以满意了。啊，下成这个图的话，黑棋还可以，黑棋不错，啊，对，嗯，那就是说这个断打出来应该说黑棋是不怕的，断打出来就是在局部来说黑棋不怕，嗯，可能需要一些配合，哦，就是比如说外面的配置，对，有配置关系，啊。就是相对于这样打出来，肯定这个搬出来会更严厉。对对对。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本来于之莹小鱼是觉得你本来长我跳的，结果你飞了，嗯，我心情上有点不爽，然后我就得
对，弄你一下。我不拖好像有点过，说不过去，是吧？哎，对，我不拖好像显得你崔京好像比我于志英厉害一点的似的。那么我就得拖你，不能示弱啊。对对，就是有一种契合的想法在里面。是的啊，就这时候如果黑棋长的话呢，他这棋他不挤在这儿了，他就单他直接长出来了，不就等于长了，然后小飞，然后接了一下，接了一下，这接一下，正常白棋肯定应对也是长出来，应该是长的，长出来不会挤、对。这样的话，局部白棋稍得。哦，白棋稍得。所以我看黑棋，反正小尖的少。没，几乎没有小尖。但是就是这条边如果没有什么价值的时候，尖一下还可以。对，就白的长出来，这也没有什么太大价值。啊，尖一下还可以。啊，就是感觉有契合在里边，我是这么理解的。那么作为崔京来说，你这契合我也不能怂啊。是。那么大家就打起来了，对，这个地方。就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就虽然看着好像就是好像。就短短的两步棋、对对，短两步棋。俩人感觉在里边也是非常的斗气儿。是。这棋呢是每方一个小时，然后一次一分钟读秒，就跟农心杯的这个规则是一样的。一样的。黑棋小尖，白棋长。对。现在白棋肯定是争子有利，争子有利，争子不利，它是不能拖的。哎，这个棋，这个叫俗称叫什么"米氏飞刀"啊？就是这个这个刀你千万你别啊！这个棋你要是被别人断了，就不是米氏飞刀了啊！这飞刀给扎到自己了，这就啊！只要把黑的一跳，你如果争子不利的话，这直接白棋就没了。这棋也不用再下了，估计也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所以说，第一个前提一定是要争子有利。那么实战就是说，搬在这儿的话，肯定是最著名、最基本的米氏飞刀的定型。是的这里面的变化实在是过于复杂啊，没有办法，就是说完全介绍给棋友。就是反正实战黑棋崔京的这个接啊，是白棋我认为就是下米氏飞刀需要。第二个条件，就是他第一个条件是首先你得争子有利，对，是的。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当别人粘的时候，你得配合还可以，不然感觉就不好了这个下法，那什么叫配合还可以呢？就是你粘黑白棋只有利，对，然后黑棋然后断。那么我们以前见到的变化可能都是红的，特别常见这个，然后冲，像是这样，对，然后他是怎么下？然后打起打对，打这个，然后白的长，把黑的贴一下，白的长，那黑的飞，白的有飞的，有跳的，还有点这个的，这反正都差不多，就是这都无所谓，就是主要还是看这边黑棋的配合，那么现在由于黑棋是一颗星位呢，就是白棋好像这里它可以什么走在这里，好像是能威胁一下黑棋，就我觉得黑棋看起来挺薄的，就是如果说它是这样。如果说是这样那或者是这样或者甚至是这样就不论怎么他就如果这是两个子的话那么黑棋配合还可以那么就黑棋还可以白棋就这样下的话就少基本上白黑棋贴起来以后这边配合好的话黑棋还可以这个局部。这个之所以觉得这个结构比这个星位的结构好是觉得它进入之后我就往这边拆一拆就逼你一下就行了嘛。对就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它你星位的话因为白棋过于的容易做活了在这个局部。那么黑棋它的这个就失去了它的作用。对。失去作用。所以说就是在星位的时候好像白棋这样下的时候也是可以的。当然如果是肯定黑棋最好的肯定是这我觉得这两个。这样比较好。这样的话白棋就应该就不能这样拖了。主要你这地方打入的选点比较难不是说你打不进来是你觉得好像打哪边都不太舒服。对这样的话就其实可能就看不见拖这个了就一般就顶了半了。是的。所以说他拖呢也是跟这边是有关系的他不是瞎拖的所以就是他拖嘛不是他顶了班那么就是可能白棋黑棋转到这边来白棋走到这边白棋也不亏对吧对所以说他基本上就不拖他就不拖
这就是说这个粘呢应该是就是白棋拖的话一个第二个就是需要成立的一个因素。嗯，就我认为我自己总结的啊，不一定对啊。第一个首先得生字有力，第二个就是它粘上你能下，你能满意。嗯，我觉得是挺好的。这个，嗯，就因为粘的话没变化，就是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定型了，就没错。嗯，这个图还比较简单一点，嗯，往上搬的这，对，往上搬后面 就特别复杂，没法聊。后面，然后我各种被中刀过，我试过，对，各种中刀，然后它有各种各样的花式的变化，我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是对那个去什么，还有什么接完了什么一路搬的，我都有中刀过，算了，我还是避免吧。就反正粘很简单，嗯，就它就没变化。嗯，反正黑白棋你能满意的话，那你这样下，对吧？那你要不满意，你也没办法。黑棋粘了一段，你这命令型。没错，是的，嗯。但是今天这棋稍微有点变化，就是白棋立，然后黑棋断的时候呢，嗯，白棋它是急打的，嗯，对，但没有下成我们刚才摆的那个图，嗯，哈。嗯，这个图比较新颖，嗯，就是首先这个图的下法呢，嗯，第一个呢，它。也需要什么征子有力，嗯，就是它也跟征子有关系，嗯，如果征子不利的话，这时候被黑的一揍，就给是假如说长，哦，直接给揍晕了，一贴，啊，这我一倒贴，昏过去了。这样现在白棋这里有三个子，征不掉这两个，是的，如果能征掉，你这不管你搬怎么也好，就被接死了，这边一接你就没了，那黑投了了，对，啊，所以说这个。击打呢跟征子也是有关系的。对。啊，当然他这个立了击打我也是第一次见。我更常见的见到是白的尖一个，啊。这还有这样的。对。然后当你断的时候呢，我打吃，嗯。我见到更多的是这个。还有这招。啊，嗯。诶，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一定要断，我就不能下个别的吗？如果你尖的话我不能飞出来吗？你可以飞出来，就是他认为。好吗觉得。他就是。嗯。认为他也不怕，这样没有也没有不好，就是黑棋肯定还可以，嗯，就白棋黑棋爬了就出去就可以，哦，但是就是他粘的时候尖的时候少，一般来说白的黑的虎在这儿的时候白棋有尖，哦，因为他粘的话这个打拔将来还是很舒服的，是的，很大，白棋尽量不能让黑棋打拔威胁他的死活问题，嗯，没错没错，所以在这儿的时候有尖这个，嗯，那粘上的时候我见了差不多99%都是立的。哦，基本上我还真没见过尖的。啊，就尖的话他白黑棋这个子在这儿。嗯。他在这儿。他走在这儿。当你搬的时候他走这儿。但这个就没法接着像啥意思就不懂。嗯，就是尖他确实有这样的下法。嗯。他的意图呢是什么呢，就是实战这样他的意图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打这个。如果你粘。接上那我跑。他再跑。你打。我再跑，嗯，你打我给你提了，提掉啊。那么白棋显然比我们刚才摆的那图立到这儿呢要好一点，显然是要好的。因为刚才那个图以后也人家一路挡是先手，一路挡先手，但是他不会随便挡啊，对啊，他可以挡这个，哎，他个对，他可以挡一下这个啊，这样他就不用挡了，哎，就脱先了啊。就是他这样能把你提掉的话，你这个头还是软的，而且他这个扳你又挡不住，没错，这边差挺多的啊，和目数厚薄都差很多，嗯，那黑棋肯定不肯这样下。嗯，对吧，黑的那你说粘了，如果说你从这样倒拔出来的话，感觉对也有点邪恶了。这好像不太像棋，我觉得。对，嗯，所以说呢就是他的意图是这样啊，嗯。当然他首先你得防住黑的打这个。嗯。对吧，你首先你别下的时候你忘了被别人一打。然后你这长不了了，你只能这样但这样的话这个白棋肯定亏了。嗯。嗯。就首先这个得知道，然后就是这个打可以下啊，可以下，嗯，然后黑的实战是立的，其实黑的现在可以长一个，单长是吧？对，长完之后夹住，其实可以这样下，但是因为夹和提掉还是差很多，这样外面味道很就是先手很多，嗯，黑棋呢这样花一手棋吃掉这子不见得便宜，嗯，有点慢，实战呢他就是选择立这个。他是单长，然后白棋就是单提提掉了，他不让你这个，如果你夹在这儿人家这个反夹还是先手，对，他就让你少点借用，这样的话白棋比刚才侯下来的目数少一点，对，是的，但是呢黑棋的相对肯定还是要薄一些，嗯，没错，嗯，黑棋跳一个，嗯，
这下的很有意思，这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看不懂？会不会怀疑我摆错地方？这不是，这不是看上去看不懂，是真的看不懂，真的看不懂啊！这个飞，我只能说肯定是有研究的。对，那肯定是跑过的，就之前。一般的想法，要不然就往这儿藏，要不然往那儿藏呗，就这两个藏呗。没错。它居然是飞在这儿的，对，好妖娆，就是觉得。这部棋还是很有意思。嗯，这个棋应该还是小鱼看过的这个 AI。对，是。嗯，因为我也没有见过。哦，今天见着新鲜了。嗯，其实走在这儿，我第一杆黑棋跳在这儿，就是嗯，感觉是一个应对之策。他这个子是打算跑吗？我想，我觉得应该要跑吧。就是你可应该是要跑，嗯，就是你跑的话，就等于你其实你走这儿，我压对，然后他跳再长一个。我觉得就是说黑棋应该也还行吧，嗯，好像觉得黑棋没有什么不满啊。对啊，嗯，如果你要不跑，那我将来一手给你吃了，就你就那样。我觉得挺大的，好像被吃掉啊，嗯嗯。那我想我总要跑的吧。但你要不长，你走这儿就等于你长这个，我跳你尖，我好像你还亏了白棋，嗯。对吧？我就是说，我第一感，啊，那他是觉得他如果说单长的话，黑棋会从这儿过来吗？不，有这种可能性，嗯，但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说，不明，就是你要从这儿过来，反正就我觉得黑棋贴了长也没什么太大毛病。嗯，好像也没问题。贴了长了拆出来，我感觉也没什么问题。嗯，方向什么都没什么问题，看着我。就是我觉得，当面对白棋这手棋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一个棋形。嗯，但实战就是说，他这个直接就打出来，嗯，好坏咱们先不说，嗯，就是反正气势不能输。是，我还是觉得他俩这个下棋有斗气儿在里边。啊，不知道他俩的这个私底下关系如何？你了不了解？没有什么太大的交集吧，我觉得没有什么。虽然说对局比较多啊，对局挺多的啊，但是我知道跟那个芮老师跟崔静关系挺好的，因为芮老师之前不是在韩国做过客座棋师啊啊，然后崔静就是一开始入段之前啊，包括刚刚入段的时候跟芮老师之间下了无数的，就是私底下下了无数的快棋啊，就当时芮老师都挺看好他的啊，就觉得崔静挺有前途的那种啊，嗯。但是你说啊，就没有什么交集，但是其实中韩那男子之间其实是有交集的。哎，我知道王老师跟那个谁，袁胜珍挺熟的，是吧？对，就是反正袁胜珍、崔振汉、金志新这些都挺熟的，嗯，就是说这个他们之间其实是没有什么交集，是吧？嗯，啊。还是他们彼此都觉得嗯但是这个也要建立在这些语言的沟通上，比如说他们有些是会点中文，像我知道那个朴正祥他的中文特别好，特别特别，前两天我们，啊，特别好，他的中文对新年的时候还在发消息啊，我都很意外，他有一天我本来也不知道，后来听他说了一句啊，嗯，我都吃惊的，我就是说的跟中国人没什么差别，而且那个说法啊什么都是我们，对对，就是中国的说法，是是啊，嗯，这么好，我想中文，嗯，他中文很好，嗯，是的，实在等于是我这个下出了一个没有见过的一个定型，哇，对，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偷偷摸摸看了一下那个 AI 推荐，啊，这个是首选，啊，推荐，啊，是首选，对，是首选啊，是首选，那看来还是有备而来，嗯，是的，是的，嗯，就至少这个拖第一个拖，嗯。我判断有斗气儿的因素，然后包括这，然后第二个打急打，我又没见过。就是，我觉得小鱼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虽然肯定是有准备，毫无疑问啊，就他也很自信，他觉得这个地方的变化，他应该是烂熟于胸了啊啊！平时现在大家都恢复训练了嘛，知道国家队，啊，所以训练量一旦增加之后，这地方的变化肯定都很清楚啊，嗯，可能有这个关系吧，我估计。好的。嗯，那崔静下的对不对？你没看？我刚才看的变化，推荐的变化是黑棋挂那个，他就不走了。对，他就不走了。啊，然后等白棋长，他该干嘛干嘛，他就该飞就飞啊，他也不理你，就是你这，啊，你愿意飘在那儿就飘在那儿吧。啊，我给大家摆一下，这个棋他推荐的图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棋啊，这咱们我是觉得，虽然电脑这么推荐，嗯，但是
咱们别信他，就是信他是没有任何意义，就是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一点帮助。就是这个棋别人飞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就是我觉得100名棋友、101名棋友都不会脱险，就没有任何意义。就是这个棋，就是你这个作战呢，这做的好好的，然后你脱险了，这样进来这个棋，这能理解吗？这完全理解不了。我觉得局部跟着硬是，就肯定，就是我觉得要看。就看一个局部跟着硬，哪个硬的比较好一点就行。对，是的。就这我们你比如说棋友，我就让我下，我也想不到这些。脱离主战场的感觉。对，脱离主战场的感觉。这以前学棋的时候老师说你这明显脱离主战场。对吧，这边还没打完呢，这就跑了。当然我觉得这打出来应该也不是说就不行吧。不能下应该也不至于。对。但是从这样的我们来看，可能崔京他就没有小鱼研究的这么好。有可能。对吧，那如果说大家都下首选，那可能他脱先了。他要是见过的话。没错。对吧，但有可能崔京觉得这样下更适合我。更适合我，哎，对对，那也有可能。更适合我。对。也有可能。他喜欢这个下法。飞一个。然后白棋飞。飞到这儿，飞到这儿，这个地方黑棋的棋形看上去好像不太完整，看着啊，对啊，这个跨一个，它是搬在底下还是怎么办呢？搬这个冲一个被断，这不是已经？不过这个转换，但你现在冲断不一定便宜，他就自打了。对，我可能跟你转换，对，你要肯冲下去，我就提了算了。对对，是这意思。你要是先靠了先冲。他有可能他就挡住，然后打这个接上，对，就接上，这好像也不见得便宜。白棋，对，那个我可能我就立一个，算了，你还能立一个，然后他只能接回去，对，然后这边先被我揍一下，哦，这挺难受的。然后揍完之后白棋不得，对，我可能就脱先了，这样反正也是活的，这个肯定不得，我觉得白棋，你就算下去也不见得便宜，不得，就是黑棋棋形，但看上去确实有点薄，这一点肯定是。白棋就至少证明可能这里是有先手，对吧？至少证明我这里是有先手。那么你要是我这要拐一个，你要不走，那我靠了，像陈老师说我靠了断，你要这样跟我转换，那我就冲下去了。对，那你这被我连上了。对，是的。就证明就是这个地方黑棋的棋形还是有点薄的，白棋可能这地方不太害怕。白棋飞了一个是战士，继续威胁白棋。对，白棋小飞，现在出头，贴住。他可能还是有所担心，我觉得还是有所担心但这步飞，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其实我们就是学，这个肯定还是不错的。像这种棋，我感觉。可能很多的就是棋友肯定会这样下，我感觉就是这样走，就可能这个时候然后就再一飞，感觉自己棋形还不错，那这黑棋也走好了。对，但主要黑棋走好了，就像这种就是当别人飞头在你前面的时候，就是你推着他走的这种棋，你跟着他后面走，跟着这种就这种我们说要后推出，就这种推的话还是要少下，没错，比较俗啊。这棋要他这个不走的话，他是会担心人家从这儿这样冲断吗？有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冲断好像比那个冲断要严厉。因为我刚才说这个子儿有了，他不就是底下好像成立了有关系哈？对，这样的话黑棋是气比较紧，他是有可能担心这样的一个冲断。贴一手，他是贴了一个。那贴的话，白棋局部应该是硬不动。他脱先了硬不动。大飞啊。这边呢，反正你这儿的棋形也不对，对，所以你也别想把我能怎么样。是，我志不行，我冲两下总是先手吧，这总得硬。这个是个双关，然后你这地方基本上是冲不击不动了吧？没什么好的招法，看起来。黑棋拆了一个。大飞这步棋也挺好的。就是很多棋友可能会这样走，就是。想去多限制黑棋的目数，但别人挂进来以后，然后再做活，但这样会比较惨。对，你不如其实放给黑棋一点，比如他逼住你才靠。没错，这样的话他其实就比较有分寸。那么他既破了你这个潜力，又守到脚，感觉这个还是很好。
这种地方得细细的品一下，因为你如果他过去了，他打进来，你在那苦活，那么你被他破掉的东西，你跟他破，你破他的东西可能差不多。对。你不一定赚、那就是说如果说有时候可能还小飞、但小飞就他就逼住以后就发现你在靠的话很黑突然又大了。没错没错。那大飞就比较适中、对吧，你活起来就没那么好，你围的话被我一靠你也是围不了太好。然后白棋拆三。那些飞的。还是要瞄着他，瞄着他，瞄着他，瞄着他。直接来，因为来不了。下一步就有可能来了，哎，有可能来了。是这个棋，白棋就跟着跳一个吧。对，他就跳啊，就跳一个。没错，这个得补一下，然后黑棋飞过来。那这里面肯定这一个空角在放在这儿，这三三不点有点说不过去，好像就是，尤其是。对吧，我们这关系啊。这个角岂能让你如此围上啊。这崔京不怕点三三吗？我不懂啊。我感觉这个棋我要是黑棋被一点，我感觉整个人可能。就觉得好像走了半天、对。最中心的那块空怎么是被人家一点就没有了，好心疼啊。就主要是点。白棋活棋肯定已经成为事实了。那么黑棋下后也可以，但是外面主要是能不能攻击到白棋。如果攻不到有可能就全线落空。黑棋。就目数上有可能会落后。对，如果我要第一坨角，我这一个角这一个角这角白棋三个角在手。然后这个地方还有几目棋。黑棋放眼望去就这右上这左上一个角的目数。目数肯定要吃紧，中间怎么攻击就不知道。黑棋挡了一个。白棋爬。就这局部黑棋有什么眼力的手段吗？他是立下去的。立下去的。我在这儿揣测啊，揣测黑棋的意图。我想这个角呢要吃恐怕是有点难这件事儿。应该吃不了。基本上呢他是要让他活，然后准备把这儿围上，然后把这边的刚才那靠那些味道啊。防一下，让你给我撞后了。对，是的。我想这应该是黑棋的意图。他不是说这个角就，虽然说让给你，你也得付出点代价。是这意思。白的现在是小飞还是大飞的问题？如果说大飞怎么样？觉得大飞的话，他怕黑棋顶，好像这个棋形。顶着还挺难受，这是下哪儿啊？这长回来。如果说从局部死活的话，你尖回去是活棋。小尖。如果从局部死活的话。然后他。你虎的话我就挡。挡。对。是吧，这样活棋肯定没问题。这活棋肯定没问题。但是就是说黑棋这里确实他也下后了。对。下成这样不知道怎么样。这个挖吃是先手吗？挖吃是后手。这个挖吃是后手，里面有个劫，我就虎一下。你虎这儿。你这样局部这个是一个万年劫。万年劫，万年劫不算是劫，而且就是我如果你可以做成双活，我非得要做双活，我也能做双活，但是我就是不太肯。你不想做成双活，我肯定是做万年劫好。做万年劫总是比那个双活的目要好。关键是我做完了，我可以粘在这儿。你是粘在这儿的。对。我做完我粘在这儿、然后你一提然后我再立一个。这样的话这个万年劫基本上那不能算是我打劫火，就是这基本上算双火。对，是的。那么你这里被我木数。这个木差很多啊，就这里面。我要是双火我加一个双火是可以双火的。是的。加这个黑的池你退一个。但这边等于这两边就是说木数都亏很多。我肯定不太肯，我肯定给你做万年劫。这棋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加白棋加这个的时候，这棋是进活，你不能打这个，打这个那你就，人家可以不对跑一个打二还一，然后发现就死了，这白亏。这是一个经典死活，对，很经典的一个死活。所以白棋加这外面有一气的情况下，只要宽出一气，他就只能打这个，这是个双活。对，但只是我不肯。对，王老师他是要求要做成这样的，这个是。这个得了解这个局部的各种各样的变化才行才能下成这样啊。
这棋，不是大飞就是小飞啊，这反正大飞小飞都能活，因为黑棋它棋形不是很厚。对，小飞可能也不错，感觉看起来。我觉得小飞也可以。小飞是吗？但这得需要一些时间的计算。没错。就是小飞有可能会形成转换，就是大飞可能活得比较清楚一点。我感觉大飞算了这个棋。大飞这个是吧？第一感，第一感，感觉比较好，确实。就顶的时候尖回去。尖回去，刚才那个变化就是这样子呗。对，那就这样。我觉得这样还行。把这个挡住。这样倒还不错，这虎一下这里面还有点味道，看起来。本来其实等于我尖一个，你钉一个挡住，这样我肯定笑了。就是我拖了一下，拖一下肯定还是亏了，但是应该还是有限。因为毕竟你吃还是后手。那我能跳吗？这棋？你要跳，我往长。这好像长杀。对，你要双，我就冲来挡，局部你就活了，你就活了。你这四个你吃，我就给你吃，对，无所谓的。这四个无所谓，将来我还要连回来，你又不吃我还连回来呢？不吃我是要连回来。这将来这加一个，你还搞不清，你这挡后手啊？是啊，这挡是后手。我们看他实战吧，他没有选择飞。这个白棋在这一带下的挺积极的，直接靠这个了，直接靠断他。那可能会形成转换了，靠断，靠黑的只能冲。这样形式转换了，那脚上有可能死了，便宜吗？另一个我看看，这一带不肯，黑棋还是不肯。对啊，以为是这样是吧？我以为是这样，是不是以为是这样？对对对，这要打上去吧？不知道，你这敢不敢打呀？这个这得看看，另一个行不行？另一个，好像也可以啊。另一个吃掉了吧？吃掉了。吃掉了立个算了，打上去感觉太拼了，打上去别人一个劫，主要是打完了然后也得回去。对，你要是再粘回去的话，那你还是立个算了。算了，那好吧。就你要不能立，你要只能加的，肯定差点意思。但立的话感觉还行。立个是这样的，这带杀气呢，黑棋是气不够的，他不管是走这个拐完了一冲，完了一团，他就差一棋。既然这也一样，冲完了也一回事，反正走哪个都不行。对，气不够。可能这样死的有点大。是的，所以黑棋是不肯的，黑棋它是立的，立棋。那白棋怎么爬？爬一个，拐，长，然后呢？这是拐冲这个，挤，拐冲。这个为什么要挤呢？单挡住是挡不住的是吧？挡住他打这个，挡住他挡住打提劫没劫财，是这意思啊？这个被提了确实不行。那如果我接上，接上是什么意思？接上他能断吗？他是不是接上了？他看着傻傻的，但是好像还挺有用。对呀、好像不行，这个图不行，白棋。对，好像差一气，杀不过。杀不过，差一气。对，现在没劫财。白棋没劫财。这个好像全盘谁要找一个劫财都不容易。不容易，对，双方都不容易找一个劫财。所以白带的实战实际挤了一下了，长，然后挡住。挡住，一起跳一个。白棋挡，白棋冲，挡住。他是没看见吗？发生什么事了？他是不是没看见？小鱼，没看见什么？他黑的实在没看见这个，对，不至于吧？这个没看见啊，没有可能吗？也有可能。
证明这不是这不都死了吗？这不死了吗？关键是死了吗？关键是如果看见了，不是这不是死掉了吗？为什么是这么下的是吧？对啊，因为这边黑棋活的好像特别好，嗯，就黑的打吃先，这肯定是先手嘛。对，就他这儿活的，你这吃一个，他就一挡，这棋形是完美，就是你冲我就挡住，对，这个力没有用，对这边。那你这力不行的话，脚上局部活不了，关系、嗯。好像怎么都不行啊！先搬也不行，先搬人家狠一点都可以给你接到这儿吧。搬就啊，算了，那我就挡住吧，冲我就接上，就接上那就算了。嗯嗯，然后吃掉肯定，这还是应该是小局，应该是有失误，看错了是吧？对。那如果这样看的话，还不如当初飞一个呢。他这，我觉得他。挡一个肯定看错了，他不然不可能挡一个让黑子跳在这儿、嗯、那他先点一下也好多了，点一下这个，先点这个，嗯，这没有，先点这个是什么状况？点你要拐吗？这是怎么操作的？这里如果你拐我就冲了，转换是吧？对，你应该没有办法很好的把我脚上吃掉，很好的，对，你有可能就是吃不掉，因为你不管冲断哪边，我都吃另外一边。对，是的，就是、你要是不冲断是哪边？对，你要不冲断，你杀气好像你还杀不过我。嗯，没错，我就怎么那你不能管杀的赢？你不能管，那你可能只能顶一个。对，你顶一个，那我再挡就不一样了。那我再胡呢？那可就不一样了。我再挡回来，你现在你还是冲了甲、嗯、那么我这哦是这样子，嗯，这有个小尖是吧？对，哦，各种手尖啊，看着，因为我这如果有个一路力的话，这不都活了吗？对，我就是活了呀，我就是力先手、是这个尖回来，你我说活的呀，嗯，就是，那他为什么不先点一下呢？他没看见了，我就没看见这个家。对啊，没看见了。这个有点。嗯，这好像勺子。嗯。这应该是勺子。这个推荐图更那什么？就说刚才黑棋拐冲的时候，白棋应该粘在这儿。这你能想得到吗？想不到，想不到，我就会很怀疑，深表怀疑这个图能不能行。嗯、如果说这样子死了，那肯定不对啊。这是死了吧？是啊，我就没看出来他怎么活呀。啊，实战就下成这样了。对啊，就是。让白的不下了、嗯、白的靠外边这个。没错。他要不下了那就是觉得脚上就已经没什么招了呗。实在是这样。嗯。打吃长。嗯。白棋搬了一下。搬一个。啊、哦、他先搬。嗯。先搬会有点什么棋吗？没啥用。他接在这儿。哦，嗯，就在这儿我打呢。哎，对呀、啊，局部好像不活，局部没活，那杀气是吧？对，能杀得赢吗？看看呗。这个，因为他现在好像就下成这样了。嗯，你是不是先粘掉、啊？常老师，粘不粘掉？那就先粘掉呗。粘掉吧。嗯，搬一个，搬一个，然后只要白。黑的得这样收，爬一个，爬一个，爬一个，黑棋最好的挡住吧，挡住是吧？我就搬一个，就打吃，这样是最好的杀棋的方法了、嗯。然后黑棋就断一个吧，打吃，好一个，嗯。让你接上，我就接上。
接上。嗯，一、二、三、四口气。对，白的四口气，黑的一、二、三、四、五，五口带个结，五口还带个结。嗯。那已经长一期了，反正你已经长一期了，你。那就是等于慢一期。白气不够呗。气不够、嗯。是的。气不够。嗯。还是杀不赢啊。嗯。那怎么办呢？冷静。冷静收官，那这角就等于没点，这棋不行了，这确实有点，这有点大跌眼镜。本来觉得这是一盘就势均力敌的，至少是觉得这还且下呢，但是没想到这个局部白棋出现了勺了啊，这肯定是勺子，这没看见冲了一家的手筋。勺了，嗯，因为局部要不冲了加虎，白棋是活了，是的，白棋这样活了肯定还可以啊，白棋等于什么也没损，外面走了，里面活的还很好。对啊，有什么不好的呢？这棋不，这是他们勺了呀，没看见被冲了加死了，对，嗯，早知如此，他这边先本来是觉得白挺好的感觉，怎么突然就什么情况这样？直接飞，嗯，给他吃。我刚才在看那个，趁着间隙在看那个两个人的表情。我看好像崔静刚才放松了一下，看起来。放松了一下，夹的时候放松了一下，这感觉是那种意思。走这个，然后黑棋长，白棋跳，黑棋震一个，走了。这白黑棋下的也是。够厚的，他把你这个这里边的味道都给你，生怕你还往这儿什么跑啊之类的、哦、看不清楚。主要他这一走啊，这关键是这里边他黑棋不收气，他一口气都不收。嗯，因为白棋如果往里杀气，他全是往里送。对对对，往里填，往里填的。嗯、那么现在就等于你这棋，你将来收官就冲就没了，就是说，就一本来觉得让他收气吃好，还好赚点木，对还好，结果一木也赚不着。他主要是 一口气不收，就等于其实和当初黑棋当时飞了飞的时候，黑棋还木还便宜了，这白棋还送里边了一些，这边靠什么都没了。不，这点个三三能把自己的这全死进去，也确实够那什么的。这个应该是出现的比较严重的失误。嗯，下到这儿，把黑的一震。嗯，白在这里十四，这一个角不算，你们白六五七。现在白棋搬了一个，我们已经完全追上他的进度了，就是他们现在是同步了。这棋呢是从一点钟开始下的，现在已经快三点了，就马上就是，应该有一方差不多要进入读秒了，啊、至少是。就是现在等于白棋这个目数确定的这两块二十、嗯，刚才我黑棋这点我足足点了一下六十，加上这个角七十，加上这个大概全盘七十五目棋，白的二十加这个这一条边。大约在二十目棋左右，四十，黑的大概七十五。我才数到这儿都五十七了，我都这儿什么都没算。嗯、对，大约六十目棋。差不多六十吧。就是，黑的优势大概现在应该已经，盘面里大概三十目以上了。这个，恐怕很难的、嗯。差距有点大，差距有点大，要翻盘有点难、嗯、这件事情。嗯，然后白棋靠一个。哎呀。这棋，这个冲了加这个死活题的难度系数是四段。刚才偷空又抽空又偷偷摸摸去看了一下、这个刚才那个图就是推荐白棋不是靠断了吗、还是推荐就王老师说这个小飞啊，小飞是吧？对，他是首选是小飞。如果说他要跳进来吃你能再靠断他啊？对对。他说那样比较好，那样就转换了。其实那样黑棋就只能冲下去了。
对，他如果说再立的话，还是要先点的，先点是正确的，先点肯定要先点，是正确的，不能让他跳到那一下，跳到那一下，这一点挣扎的余地都没有。对，这个感觉还是要点的，这个棋。对，这棋呢，确实由于这一代白棋的失误，这边呢全死了，显然这个棋整个局势是对黑棋有利，毫无疑问。所以说我们呢也先休息一下，看看这棋接下来白棋有没有什么转圜的余地吧，或者说想点办法吧。我感觉虽然希望不大，虽然希望不大，但毕竟还有另外两盘棋啊，所以大家也不要着急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好，白山水带来的不仅是水，而是长白山岁月沉淀的纯净，更带着大自然的天赐祝福。长白山，白山水。源于长白山原始森林的天然纯净，长白山孕育着最优质的水源，好水胜过好空气，长白山，白山水。神秘的灵山长白山，这里就是神秘的长白山。在长白山清净原始森林保护区内，有一处得天独厚的水源地奶头泉。奶头泉是一眼神奇的泉水，长白山天池的水经过火山岩层的过滤和净化后，依靠自然的力量喷涌而出，这就是奶头泉。在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下，白山水拥有了世间最纯净的水。白山水是满足源于大自然的健康，没有污染的洁净，甘甜清爽的口感等三个条件的优质矿泉水。为了让世人了解长白山的优质水源，农心在位于长白山二道白河奶头泉区域投产白山水智能工厂。从取水到包装的全部阶段，引进了具有世界级技术的德国克朗斯公司的先进设备。为传播优质饮用水而投产的白山水智能工厂，农心为世人提供值得信赖的优质水。白山水源自长白山。百岁的秘诀就是喝优质的水。为了人类的幸福和健康，农心真诚奉献长白山的优质矿泉水白山水。想饮好水，健康长寿，农心长白山，白山水。也许你无法守候在电视机前观看节目，也许你家收不到天元围棋电视频道，没关系，天元围棋手机电视可以让你随时突破时空地域限制，随时随地想看就看，不错过任何一场赛事直播。特权二，错过直播不要紧，还有三天回看功能。特权三，海量围棋点播节目反复观看研究，大赛精选，掌棋秘籍， AI 对战，围棋入门，精彩围棋节目尽在掌握。特权四，名师讲堂等第三方精品课程，会员享受半价优惠。特权五，支持手机、电脑、电视三屏观看，如果你觉得手机屏太小，可以登录电脑 PC 版微信观看，也可以用手机投屏到电视观看。特权六，加入会员群，和志同道合的棋友一起聊天约棋。特权七，网棋大赛等活动报名费，会员享受半价优惠。特权八，会员棋谱优先讲解，天元围棋会员在手，看棋学棋长棋不愁。现在就打开围棋天元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第23届农心新拉面杯中韩经典
超级对决啊、嗯！刚才我们敲的这盘棋呢是崔金执黑对玉之银，这个白棋由于这边的失误啊，这个点三三的这块棋被吃了，而且显然现在形势呢对于黑棋比较有利。嗯，是啊、但是呢，看看白棋有没有什么机会吧，后面啊。嗯，虽然不太容易这件事，小差距的有点多了。嗯，是。黑棋拆二。对，当白黑棋拆的时候，白的靠一个。嗯啊，就是他肯定希望，现在就是白棋，就如果铺铺地板，嗯、肯定棋不够了。就他肯定希望的是，就是把局面弄得更混乱一些。比如说他甚至可能不会这样去吃黑棋、就可能直接靠在中间，对，就是这样，你拆二然后杀你、就这样的话感觉找了一些机会，就对于白棋来说、然后可能就这样走可能就黑的可能简单这样跳一跳可能都不够、但这是不是还有跑出来、就坑着打火灯，那已经看不见了，那肯定看不见了，那肯定看不见了、就是白棋肯定是希望把棋盘就是越走越大、但黑棋的话，他肯定拆二，看得很清楚了。那你既然不跑，那我就把他这个吃了。这个木也是很大呀。嗯，那就点三三。对，就是把棋盘缩小就行了。黑棋没错，现在黑棋爬一个，嗯，白棋长，给他搬粘吧。他是飞的，他没有搬粘、为什么不先搬粘呢？他这块死他这两个太危险了是吧，嗯，反正就想直接就活角，嗯，就是活角，就是他觉得就是本身飞就是黑白的贴，黑的爬、白的一搬，嗯，黑等于搬不到这里了，黑的如果搬然后可能会这样打吃，对，然后搬死，就这样感觉局部来说、黑棋肯定不是特别满意，但是他无所谓啊，还是挺好的，他无所谓啊，我连上了，就是我黑棋，他说我现在只要连上就行。嗯，这块主要是我们记着，只要记着这块棋黑棋有60目。嗯，然后这边70目，这边后势先不算，只要白棋这目点不够了，关键是白棋怎么也数不出60目来呀、对呀、你这个情况就只有14目了，这里10、14、20、22，大概这22、14，你这块棋算你10目棋，你32加14。其实你就50目棋，对，就是别人这一块已经比你全盘加上贴目还要多，那就别的地方都是黑棋白多的，嗯，所以就是黑棋现在它就只要连后就可以了，对，是的，嗯，白棋立一个，嗯，然后黑棋没贴吧，对，他没走，啊，长，嗯，再爬了，挡住。会不会断？崔金，这个断你不用再收着了吧？这个棋没断，没有。我真想着断一个，他是怎么下的呢？究竟？断一个，断一个，白棋是打算跟他正面作战？这个肯定不行，对，这不能考虑、那我肯定要打底下。对，这样，然后打，嗯，然后拐打，再拐打，嗯。然后接上啊、是这意思，对，是这意思，但这棋、如果这样的话他是不是贴在这儿了，对、这反正也争不掉，我这白棋肯定不行啊、肯定不行，那这个图应该不行是吧，白棋不行，对，那怎么办呢，就是不就黑棋我他的就是你别下了，就是他意思，你别再下了，就是我这断我也不断你了，我就做活，嗯，我就做活，啊，当然我还是觉得是这样，因为毕竟就是虽然说可能咱们这个比赛是一个邀请赛也好，友谊赛也好，对对，就是对抗赛，对对，也但是也是有对抗性质，没错没错，对吧？毕竟还是也是算是一个团体的，他主要要对那个队友负责任，对，主要我觉得呀，还是主要是团体赛的缘故，嗯、就是得队友负责，嗯。如果像这种其实我是个人赛的话这早就不下了。这是可以投料。这勾稽赛这个时候被加你就没有心情再继续了。是。啊这加都没有看见这肯定自己对自己也没有办法交代这种事情。是的。嗯。但现在由于是团体赛他毕竟还是要这个再努力一下。
这边王老师就觉得他是没看见这个家，是吗？那一定是没看见这个家。因为我的概念就我觉得点进去之后，这两个子肯定是做活为上嘛。他但是好像白起的下法是觉得好像单单做活他还不太满意，他想靠断他。其实下到最后这个结果啊，就是说应该是小鱼他的一个预想图。就他所有的计算下法，所有的都他想下的他都下成了，就是想他就想下成这个图，那就是说他没看见这个，没看家，因为没有家的话其实白棋局面大好。那当然如果没有这个家，这块棋能活的话那肯定好，就是他活的而且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外面也走好了，然后里边黑棋的目数其实也是很少的，那么就是他这局部活的也不惨，就是他所有都好，而且外面这黑的还很薄，这样解释的话还好啊，就是说他没看见这家人，人家一冲一家他死了，死了没办法，就是死了没看见，白死了接近50目，就是他就是没看见，就是很没有办法。所以说这东西就是这样，我觉得还是先把基本死活先练好，这很重要，我感觉。就是就没看见，这确实是。这就是说我们也是，他看到他这个顶尖高手也是。打勺了，这是王老师给平时教学生的时候，有没有给他们，比如说这个基本死活，你们要怎么怎么练，还是怎么怎么样呢？死活题嘛，死活题其实是，反正在训练当中还是一项，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项那个基本功的一个训练。对对啊，当然不是说你做了死活题，你就无敌，你计算就无敌了，那倒不是。那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的理解啊，就是说我觉得死活题是一个什么，就是加强你那个对死活的敏感的程度，就是计算的熟练度。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他不是说你做了死活题你就是你计算就无敌了。当然实战呢，其实那死活题计算只是一部分。我觉得死活题还是一个就是熟练度的一个增加。没错。这个我觉得是要靠自觉，就是不是说老师每天给你规定你今天要做多少道题，今天你必须得把这道题做完。对对。其实我觉得死活题是靠一个自觉，就是说你我愿意去训练，我愿意去为了围棋，就是说我去努力，我去那个那话，就是你自己做的时候和老师给你规定做是完全两回事。那是两码事。两码事。没错。就是你愿意去为了这个事情去努力的时候，然后你的那个效果效率会比就是别人给你安排的就是要强很多。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觉得我做死活题我就无敌了、哎呦，我的计算就无敌了，那不是这回事儿啊，就是我觉得就可能你当你看到这个棋形的时候，在有限的时间里边，你如果做了死活题，可能你的敏感这冲了一家 对你来说，在印象里它就会有留下一定的一个。你看到这个棋形会有感觉，会有感觉，会有感觉，它不太对劲，好像看着。对啊，你要做的少，你可能这个地方就是说就看不见，对，就可能看不见。按理说，小鱼这个基本功还挺扎实，我觉得他计算挺强的。不知道今天可能是疏忽了，疏忽了，对，没有看到这个加一个，但是这个疏忽就很致命啊！嗯、大家看到这一个角就死了呀，对，当然还得继续，对啊，还是继续啊，这个得给队友留点信心是吧？不能让队友已经看到你早早的就不行了，因为其实昨天，于志莹。他其实状态好像还是不错呀。他昨天赢了李昌镐。对啊，就是而且主要是棋的质量是不是还是不错，我感觉。哦、虽然我没有仔细看啊、哦、就是说。昨天的棋我也没跟没注意。就是说其实正常就是小鱼能战胜李昌镐老师，我觉得因为李昌镐老师最近在韩国联赛很猛的。哦、也 是对经常赢的，他不是说不下了。那不容易啊、在韩国这个围甲联赛还是我关键是因为是什么，因为我喜欢压分嘛，我就是关键然后老是去跑去冲过去压李老师对手、然后就在前几天吧，反正是谁呀、啊、是一个还挺厉害的一个然后就刚刚就输给李老师那就是说其实李昌镐虽然说不像当年巅峰时期那么厉害，但是他一直都是战斗在一线的，对啊，对毕竟啊，都在下棋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他就不行了。对，跳一个，白棋叉。就是虽然我们看
小月这一步一个脚印儿，这该吃吃该拆拆，但其实差距已经不是说这样下能追回来的。就我们看到刚才六十目，然后那个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目是铁的，九目是铁的，然后这个我看到它比刚才白棋刚才长的目就是这儿还有这儿，这没几目齐啊，这根本就长不出目来。白棋目数现在在五十目强一点。我还跳。就是我看这个随经它就连。我连得很厚。嗯。来搬一下。然后跳一下。好。这个时候正常情况下是应该反正至少是有一方进入读秒，也有可能是应该因为三点一刻了嘛，应该是双方都进入读秒的情况。那这棋呢，反正作为优势的这一方，黑棋呢就把自己的棋下的厚实一点。就对，主要是优势是，就是说，它不是说微弱的优势啊，就是微弱的优势，可能你的棋还是需要有效率。不是说你就多连上做活就行，主要现在这个棋优势有点多。黑棋它就其实把自己下厚就可以了。顶一个接上。就是我看这，就是崔京现在他等于他这棋都是排着下，就是。对啊，我一看他连加也不加了，我就想着他是不是加一个棋，对，加也不加了，我就顶一个算了，就觉得够了。然后顶完了，把这个尖顶大的给抢了，这个巨大，黑棋搬针，就是太清楚了，对，下的非常清晰，这个棋。虽然是团体赛，但我觉得小鱼其实他自己下的时候也很痛苦。对，他其实自己可能早就已经，这没看见就已经肯定是。现在这块黑的感觉已经要七十目了。刚才我点的时候其实是算飞跳住这个地方。对，我就算到这儿。现在大概应该有七十目。一十、二十、二十一、二十。七十目，七十九、八十，大概九十目起黑棋，九十目不到，但是就是后卫就是黑白的这里14、22、32、32、50，白的六十目，出一点点头，那就盘面大概有三十目优势，实在差距有点大哈，对。黑棋就挑厚的下棋，我把木吃了，然后还做眼。对，就做眼。做眼，跳刺一个。夹住。其实有的时候啊，我感觉有可能他也是在跟自己斗气。就是说怎么自己，就是他可能很难原谅自己这个死活题，连这个都没看见，都没看见，到底怎么回事儿？今天他有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也是在跟自己斗气，这些棋就是他下的时候，他不是说我耍赖，就是跟着你对手不认输，那自己就是在跟自己斗气。那回是前一段是看谁，彭丽瑶半决赛碰到柯洁是快棋吧？是阿汉同吗？也许是半决赛，然后。彭丽瑶那棋进入大概大关子收束吧差不多 90% 的胜率。这棋呢就是已经就慢慢的徐徐的往前推进推进了很长时间了。结果他有个次序没有看见一下子就。次序没交换掉。不是他没交换掉，是他没有看见人家那个次序可以那样下然后他一下就不行了等于是个勺。那就打勺了对。对这勺下去这棋就不用下了这本来优势就。不是很大嘛就是说。那勺下去就反正跟这意思没有优势差那么多但是棋肯定是翻不动了。但是他一直坚持一直坚持死也不透了。他觉得可能是这个心理要无法平复。对对对对。这个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自己的心体。对对。他觉得无法原谅自己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这棋都快赢到手了。对对。哎呀，这就很冤，有的时候就觉得对，这是心态，就是棋手的一个一个调整自己的心态的，没错，一个过程。
买的飞，那就吃。下的太结实了，让你这个一点想法都没有。接触，这个说实话已经就是，已经就不在一个正常的一个新奇的一个。他反正就把眼都给你码出来，我把眼都给你搭出来，这一个眼，这一个眼，这眼，已经不在一个正常的心情了、嗯。所以说，就而且打了一下，嗯，就黑棋肯定后面这个官子已经亏的很多了，对吧？啊，但你说就是。看上去他这下子肯定效率很不好，嗯，但他也不会说是特别惨，就是他可能亏个两三目棋，两三目棋、嗯，就对我们来说，其实两三目已经很多了，对。但对于现在目前的形势来说，实在是不太重要。没错，嗯。就比如说刚才他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黑棋是不是可以考虑先爬他一下之类的？对呀、啊，是，你就这棋走这是黑的来冲击白棋是完全没有问题。对啊，我爬你扳住，我是不是还可以加你一下呀？就对，就是之类的，肯定是下法非常多了。我觉得我总可以想点办法出来。嗯，就是他现在主要这个棋吧，嗯，跟技术已经没什么太大关系啊、嗯。一个是想着你赶紧投了就算了。还则就罢了，对吧？还有一方呢，他就是说，嗯、这棋我为什么没看见、啊嗯？就是说，还在调整心态，啊、嗯。这个应该不是实，不能称之为实力上的差距。嗯。虽然说觉得好像就以往的对战也好，总体的战绩也好，总觉得玉芝还是比崔静要弱一点哈、哦。就是他俩刚刚下过一个那个番棋嘛，之前。啊。就是，然后等于是1-1，然后决胜局崔静赢了、嗯嗯嗯，应该是小鱼先赢一把，嗯嗯，然后结果连被崔静连扳两局，对，等于输掉了，好像是吴清源杯吧，嗯、好像是吴清啊、哦，对，啊、嗯，总是觉得好像最后那个差那么一点点，差一口气，好像差一口气，嗯、这对杀差一口气就已经对杀差一口气，对杀差一口气、嗯，我们有经典的格言。我不就比你差一气吗？那差一气你不就死了呀？说到格言，那有意思。这格言可多了。我就从小的时候，不是当时这个在国少队的时候，嗯，那个当时有刘星七段，刘星他、嗯、他就开玩笑，嗯、他说我对杀永远都快一口气，好自信的听起来。对，永远都快一口气，我永远都快一口气。嗯，这快一口气就够了，就够了，半步就行了。对，你还要意思说我对杀从来就没输过，就是开玩笑啊。嗯，现在的话。啊，怎么看到那个崔静还在看这个？崔静还在看，就是他现在等于，就是下到就是白棋这个退的时候啊，嗯、崔静他在想，他是不是还没读秒啊？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还在思考中，对，还在想，对。哦、但小鱼从画面上来看，他怎么已经离棋了？对。啊是什么意思呢？是已经结束了吗？不应该。我这已经有显示有结果了。他这个我把最后几手棋给大家摆上吧，是这样的。啊，结束了。终于没有再坚持了。这个坚持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很痛苦的事情。嗯，这棋下到这儿。这个黑棋第155手就顶住，这是最后一手。嗯嗯嗯，就白棋没有再继续了，就确实继续不了了。本来也就是一直在属于那种苦苦支撑的状态。嗯嗯，那突然就跑了，是、那就下完了，他就可以离棋了吗？啊、结束了吗？啊啊，也没人跟他复盘呀、啊。啊，对。所以一般下完他们就离席了、嗯、当时是。现在这确实下到这的话、嗯、差距还是过大了。嗯, 嗯是的。嗯。那这盘棋最后的结果呢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就是执黑的崔静是中盘胜了玉芝莹、嗯、确实这盘棋由于白棋这边一个失误他没有看见这个家、嗯、他没看见，我们可以确定这一点、嗯、否则从他的进程来看他完全不应该这么下了。对。嗯嗯。嗯那今天呢就是另外两盘棋呢，一盘是刘晓光老师对
曹轩轩九段，还有一盘是常浩对李昌镐。但是那盘棋呢，它开始的晚一些，因为韩方那边好像是李昌镐的电脑出了一些问题，嗯，所以他们将近2点钟才开始下的。嗯嗯。我们现在呢，就是，这盘棋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先看看那个李昌镐和常浩那盘。啊、哦，好。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李昌镐，那他们这个口罩戴得这么紧，这么长时间对着电脑不难受吗？可能习惯了。嗯。我这看错了，我都感觉李昌镐老师刚才睡着了呢。是吗？不是睡着了。这个是常浩九段。嗯。现在看起来我们中方这边都没有戴口罩。嗯。就没有要求那么严格。啊。嗯。这盘棋呢是李昌镐执黑先行。啊，这棋呢我得跟大家说一下，这是韩国规则贴六目版的。嗯。嗯，下了二连星都是简单的布局，小飞挂角、哦、我看好像李昌镐九段他不太喜欢点三三，对，他好像我看也是，他也不怎么点三三，而且别人点三三就是如果别人点他的三三的时候，嗯，他更长，他就挡完了就飞，就是他每次都这么走，然后就这样下、哦、就跟着下、哦，就每次都这么走。我看韩国对年轻棋手跟他下棋的时候就、哦、他就下成这个，就年轻人也很开心，然后他好像也很开心、哦、他也很开心，对，每次这个挺有意思，特别有意思、嗯、就是观察了以后就发现永远都是别人全是脚，然后李老师就下在外面，就下在外面、嗯、对、因为那个常浩九段其实跟李昌镐九段私下他们是有交流的、啊、他们俩就关系还挺好，还挺好，对、啊、然后常浩他说呢，他说是问过李昌镐，就说关于对于点三三、啊、那个时候点三三出来还没多久、啊啊、说对于点三三为什么你不喜欢，或者说你对于他有什么理解和认识、啊、他说由于点三三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对他有排斥的那种想法，而是觉得对于后面一系列的操作呢理解上跟不上，好像觉得还是理解不了。嗯。后续的操作呢也跟不上，所以觉得还是不要下点三三的话、嗯。可能他觉得下小飞挂角他心里面更踏实。哦、嗯。是这个意思。嗯。啊、嗯。那跟刚才我说的也有点差不多。对。是吧，就咱们不下、不信他那个首选。是啊。咱不能信他那个首选。嗯。啊、嗯。挂了两个角。那又挂了一个。然后白棋跳。这个布局看起来有点复古，有点复古，嗯，但是这步点，对，那也是电脑的招，啊、所以证明你上来，他说他确实不排斥你电脑的这个下法，对对对，啊、但是我能理解的我就下，对对对，我理解不了的那我也不能学不了，没错没错，啊，然后后续手段我都不知道这后面应该怎么下的，啊、我还是不下了，啊，对，但点一个我知道，对，那么我该学还是学，是的是的，啊，像因为这种飞，就是说。还是现在基本上见不到了啊，没人飞了，要不就拖，要不就飞，嗯，飞这个啊、哦，不是飞底下那个。嗯、那么其实点了飞的意图特别简单，嗯、就是你别尖了，嗯，对吧？你尖的话，那我这一下就刺到一下白便宜了、嗯、啊，就是其实这特别简单，就是我点完以后我活了，啊，我活了，嗯。啊，白棋点三三啊，白棋点三三，对，常浩九段还是紧跟潮流的。挡，能，哦，飞，对，然后白棋拖，啊，这个时候拖，我就能理解了，这个拖我就能理解了，为什么呢？就是现在你顶，如果你顶了扳，对吧？那么，刚才咱们说的两个，就是说这个条件。嗯，比如说断这个，你看看白棋复合吗？这个黑棋这个方向现在看起来不错吧？不错，嗯。然后争子，嗯，还有争子问题，黑棋现在争掉了，争掉了，嗯。所以这两个条件白棋都不符合，就这个棋，所以说它就不能顶了吧？嗯。
对吧？你现在白棋黑棋搬了一段，对吧？你要吃船，那把黑棋转到这边来，关键正子还有利，可能白还得搬这种，对，就是，那就是白棋就不满意了。如果说白棋选择这个下法的话，选择这个下法的话，他不管是打还是棋，就是反正那肯定对黑方来说还是满意的，所以他一手棋，他把两边都封住了，他一手棋肯定还是满意的，对，啊。那么现在的话，就是顶了班被一扳就不舒服了，啊，所以这个棋，那么等于常老师他就选择拖这个了，单拖，啊，就选择拖这个，对，就这就是说我就能理解了，这个拖我就能理解了。那像刚才小鱼的这个拖，我就是说，我就只能去猜测他是怎么想的，啊，我觉得可能这个男棋手跟女棋手在思路上啊，思路的连贯性。还是有差别的，我觉得就是成名的男棋手、他都有一整套就是属于他自己的对于整个局面的理解啊判断啊，就是这个思路非常的清楚，有的时候看经王老师一解释我们就更清楚了、是清楚了，就现在等于就是拖的话黑棋就不能下成刚才搬了段的一个情况，现在就是黑棋那搬的话呢，就是说现在白棋拖征子，虽然刚才这个子白黑棋可以征掉，但他现在拖的征子，白棋也能征掉黑棋。对，是的，是的。啊，如果黑棋你还想还原儿，啊，的话，我不跟你还原了。对，我要挡住，那你一般你又还原了，黑棋就还成那个样子了。对你一段想要下的那个样子，对你又还原了。但是我现在不跟你还原了，我搬这个了，白棋。对，是的。哎，我搬这个，你要长，我就虎一个。我再搬，就搬这个，我再搬哦。然后你是不是搬下来吧？你是不是搬下来？我就把那个吃了，我就把这个吃了，我把这个。然后你吃一个，下成这样之后，我估计猜测白棋再点个三三，那么下成这样的一个局部呢？我们看到这个局部是白棋不错，白棋这里有个断，这边能打吃，这个棋局部白棋还是不错的。虽然只活了个小角，但是外面黑棋并不好。哎，对对，主要是有断点。对，而且这边打吃还是很有用的。是的，是的，是。那么能扳到一下和这个直接扳这样打拔是不一样的。你这样的话，黑棋太厚了。对。你要直接扳他扳你吃他，这样的话黑棋太厚，你再多扳一下，哎，你他好意思粘了，他不好意思粘了是吧？他只能吃这个，然后就妥协了。是。所以说这个棋。如果黑的想还原，白棋就出头，黑的大概可能顶了，走这个，藏进去，那白的跳一个，哦，这棋是这样下的，对，跳一个，这样反正黑棋你下也行，不下也成，那你不下，反正我打了长，给你搂个包包，对，没错，然后你要下一个的话呢，白的我就拆盖，拆一下，这样的话，白棋还是可以的，还是满意的，所以说下不成了，你这黑棋还原不了了，我拖的话，你已经没有办法了。对，我反正我就下不成，我想要下的那个样子。所以说，你常老师那就搬下来。对。顶长。又今天。又下成这样。又下成，哎，不对，换招了。他是搬的。这是最新研究的武器吗？啊，这个我倒是见过前两天，因为前两天李星成就这么下的哦，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李星成杨凯文那个棋啊，就这么下的，是吗？啊，所以好好学习一下，回头这个棋，然后走这儿，心中当然就是说黑棋有些不同，黑棋呢，就是它这好像这那有个子儿，黑这有个子儿，但是就差不多意思，那盘棋等于是黑的一走这个。然后白的点在这儿，李星成一点啊，局部好像黑棋后来亏了，反正，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都是有刀的，有刀的，准备了刀。实战呢，黑的虎这个，白棋先压一下，长，他不是扳的，然后再飞这个。搬黑白棋好像也是飞吧？对，是的。现在征子征不掉，白棋跑到这儿，白棋等于跑，然后跑到这儿，
正好差一下。对，你差一点点，你这样，你这样整我，你刚好我跑到这样的情况，对，嗯，跑到这儿，对，吃不掉，嗯，要说你扳我一飞，你要争不掉我，那你扳可能就失去意义了。没错，待会还就你可能虎，然后我一猴，再断一下。对，然后我还能把你断一下。哎、我这是吃这儿的你好像吃这儿的、哦、吃这儿的，但是就是被断一下，嗯、然后又尝一下，拍一下，反正拍完好像扑进去，我也很复杂这个戏。对，是的，嗯，好像在很久以前见过这个变化。对，这个变化肯定是咱就是在很久以前啊、以前的话比较现在已经很见不到了、现在见不到，就是好像现在黑棋这个这基本上这所有的下巴都是很复古的了，嗯，很复古的了，嗯，那压黑的长，对，他飞一个黑棋虎，黑的虎，然后再弯一下，也这是跟刚才搬一个的效果一样。没错，区别就是他搬一个会被断掉，断一下，而且白棋除了打吃以外、哦、他可以藏在这儿啊，啥不是这么下的呀我顺手摆上去了，他是藏的呀，啊，这是啥呀，我不懂啊，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说接上的话他是怕人家打在这儿他死了，是这意思吗？对对对、哦、对，这是啥呀，这个棋呢倒是有点意思的，是有点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好像我记得啊，嗯，这个棋白的本身争自有利的时候是单飞的，白棋本来是单飞的，他如果说假如说打你就长吗，你打我就长，哦，哦，好难哦，你打我就长，我能接吗，你接我就扳你，这样对，然后我就接上，这样不好是吗，觉得好像不见得好，嗯，黑棋啊、然后黑棋好像是虎，这个虎这个也是这么走的、嗯、然后呢白棋长，黑的现在吃这个，嗯，然后白的打一下很重要，好像先打一下，对，一会儿怕打不着了，对，嗯，然后呢再扑，就这个地方就又形成一个超级复杂的一个变化，对，然后爬出去，爬出去我黑的扳、哦、对，但是飞的时候你可以吼一下，对，就是我现在明白了你为什么要打一个、哎、因为你要不打呀，黑棋这一飞呀，对，你这个五个就进去了，你这出不去了，对，啊、哎，现在你能说狗出来吼这个、哎、这样吼出去，对，但是然后呢现在这些走成这样以后呢，黑的长一个，嗯，白的有猴的有跳的这棋啊、就是猴的话呢怎么说呀，猴的话说这黑的就淡定的尝一个，白的挡死，黑的跳一个弃子，黑的还可以，这电脑说的哦，这样的就是白的，然后白的收气，然后黑的粘一下，白的吃了，是这脑、哦、等会我为什么不能爬脚呢，对啊，你就只可以爬脚，就是我就先说一下，就是黑棋他觉得这样、电脑觉得黑棋好哦，哎，那你要是爬脚我挡住，嗯，你现在怎么走，走这儿点，对，然后挡住、这个、我给你来一记独守药王啊，我为什么要苟在这儿，你是有用的，哎，是有用的，你现在你搬我打吃，哦，我突然想起来好像是有这个变化，我扑，对，是的，然后我这又打吃了，我本来跳在这儿我没有劫财，嗯嗯，我现在这口在这儿，我也打吃。嗯，你现在也拔掉。对，然后形成转换。拔掉，这样的话呢，白棋就还可以了。嗯，白棋就还可以了。这个图应该白棋不错，我觉得。因为黑棋这里气啊有点紧，就白棋把这些都得交换掉，这样黑棋特别紧。对，是的。啊，这样白棋就还可以了。嗯，所以说黑电脑就长了加简单弃子。嗯，但简单弃子作为人来说，觉得是全死的，这边还吃出去了，白棋为啥不好呀？但实际上简单弃子黑棋还不错是吧，电脑反正给的黑的胜率高。哦。啊、就是这个变化图是这样下的。原来如此。哎，可能常老师他这个压有可能他是不知道还是什么情况我也搞不清。哦。反正压一个肯定是很复古的一个下法。觉得要把这些变化都搞清楚、这事儿太难了。太难了。那么实战等于下成这样以后呢，我们看他再吼。那么如果
对，这个时候如果说黑的还是粘上，嗯，那么下成刚才那个图的话，你首先你长就已经是后手了。对，他先狗到了一下。对，他先狗到了一下，而且他没打一下这个。那他后面打，哎、就是，打劫也不行啊。就是不是你这后手的话，就是你不行了呀，没得下了黑棋。就你可能还是要，可能就是长一个弃子。对。可能就是长一个弃子。是这样。嗯。就白黑棋还得长一个弃子。那他直接杀角呢？你直接杀角的话，就形成转换了。转换的话，白黑棋不行。你直接这样收气。对。主要我可以先吃这个。主要是这边被吃了也太大了，是吧？我吃你跑。低调。哦，是这样吗？啊，你还能先打这个？你可能就坏菜了。操，层出不穷，简直是。就坏菜了。对，你为了打一下，不太会了。那关键，这再多打两下，挥过去了。啊、这手不行，这我不能打了，我再往前提过来。这因为这边、啊、这个提示绝仙被一立就立死了，对、啊，所以就不行。你现在你收气，那就算了吧。啊、这个图不行。所以我打的时候，你可能你只能直接收气，那就把嘴拔掉，这样的话。话就是好像白棋还可以，白棋还不错、啊、白棋还可以、哦、你要说好很多肯定也没那么多，白棋、哦、黑棋毕竟吃了这也挺厚的，是，而且这还拱了一下，对啊，主要这还拱了一下，嗯，实战李老师肯尝这个，他尝一个，他被人家抓掉了，他打二还一，但是黑棋唯一的好处是什么，你这拱了一下、嗯，是的，这个本来直接飞的长，然后吃下来这样，黑的长肯定不行，这样没错。但现在白的这一下也是爆亏，所以说黑棋愿意这样下的也是有道理的，嗯。飞。但目前看起来这个胜率是差不多，差不多，嗯，还差不多。白棋压了一个，压完之后应该是要点三三了，这棋。点三三，哎，这个棋、嗯、啊，就是很多棋友下棋的时候可能不肯这样飞，飞的压觉得很卖空，但其实你压完以后，只要你可以点三三的话呢，其实这两下就还好。没错。啊，其实就还好。你如果想要点三三之后，这边要下完了之后，对，那你还不如走掉。对，你不走掉被别人拐起来、啊，人家可能更大。嗯。其实我现在是会说，小的时候我也不肯这样下，我觉得飞了压一下全被别人围上空了，肯定不满意。就算有个点三三，也理解不了，就是，现在是自己是知道了，明白了这件事，对，明白了，想明白了。关键的在于要想明白，觉得小尖。能评论吗？不是，这不棋，你想说什么？我想说这为什么？这为什么不是我往这儿下的是吧？对，嗯，我是理解不了。就是黑棋，首先如果积极一点，我觉得可以直接冲过来。嗯，就我觉得积极一点可以直接冲过来。如果就是如果想防守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防守在这里。我会大飞一个啊，对，觉得大飞一个好像应该把上面的空基本能算是黑空了吧？对，应该算了。那也可以啊，那就是我这步棋好大，对，我是觉得挺大的。就是当然，如果能交换到更好了，就是我觉得交换不到自己走一个挺，就因为黑的尖这个的话，这一下就亏了。就是说，为什么刺一下是吧？就是说黑棋如果尖到的话，对，那你刺一下其实是亏了的。对，因为你飞不动了，你飞被人靠住了。嗯。本来你飞人长完你可以冲过来，嗯，现在你刺完不用飞了，就是说你飞一下亏了，对，如果尖的话，就当然白棋尖你便宜了，但你自己尖你反而亏了，所以这步尖其实不太大。所以说为什么双方都不肯下这个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觉得好像黑棋下觉得我刺一下亏了，对，白棋下也觉得被刺到一下我亏了，是，所以我觉得要走难道不是这里大吗？那我觉得这步棋也是不是也还可以，就是当然我要下我估计会下这里，我感觉，嗯，我悄悄的告诉你，这次推荐的首选是这个，这个下的是不是有点太大了一点啊？我心里有点玄乎，下到这儿这空就是我的了，不可能。他也不是，他的意思是强调下一步走在这儿。
我觉得，嗯，就但这个电脑意思就是你进来可以，但我下步我逼过来的时候对你压力更大。嗯，那么如果你要是白棋你自己走一个，那可能他下一步棋他就是说他本来走这儿，白棋也会走这儿。对，那么黑棋下一手围不大了，嗯，他觉得走这儿一闪车我能围到这儿，嗯。这应该是电脑意图，就是说你走这儿可能白的可以进来，是，但是他下一步棋走在这儿，我觉得这步棋是很大的，嗯，就是其实直接走在这儿，我觉得也还可以，嗯，当然自己围住就比较稳嘛，就是比较稳的一个下法，就这步棋的意图我能理解，就是他下一步棋就是 AB 见和的意思，要我下的话，我肯定选王老师这个，我觉得这还我觉得这个挺好，我也明白，把空围上嘛，不是吧？对，嗯，如果没有 AI 的话，我想我可能会选这儿，如果有的时候，我有可能会觉得怪的，他有可能会这样下。可能更积极，嗯，但这个我觉得更符合我的棋。但既然我觉得应该不是很好，这步棋，感觉应该不是很好。进来，嗯，拐头，对，白棋靠一，这样，跳住。对，哇，这个一手棋还是很舒服。是的，黑棋只能立吗？如果搬上面的话，它是不是会搬底下？对，你这棋，你可能，你搬上面，搬底下可能在搬上面，你搬上面它可能搬底下。是的，确实这个棋形被一靠有点难受，可能蹲也是本手吧，但这样感觉上白棋还可以，白棋一手棋等于把黑棋控破的同时，等于这个三个还厚了，就显得黑棋这步棋的效率有点低了。然后黑棋跳了一个，这黑棋往这儿拐了，跳出来呢，它是还是看着白棋这块棋还没有完全好，局部局部白棋复是活，死的。是的。那跳一个。跳一个，有何感想？就是本来这个是先手，就黑的本来冲了次是特别想下的一步棋啊。那么你跳完以后，你还是冲了次，就觉得这步棋好像次一个跟那，是这个棋形，就觉得对，就是会不会缓，不知道，就这种有没有可能？不知道，我觉得跳感觉有点慢。看上去，跳白的是不是就这种什么地方来一个压过来了，是这样，压过来，压过来，搬。哦，没长，进去了。现在，我能感觉得到，这棋就是李昌浩还是维持着他原有的风格。是对吧？是对，有这种意思吧？他棋现在还是跟以前没有什么，对，还是那种风格啊，没对，有什么大的变化，对，就这招还是法都保能持看得出来，对，保持他自己的那个，对棋的理解也好，至今为止李昌浩还是保持着他这个世界冠军最多的这个记录，他是一共获得了17个世界冠军，无人可以跟他撼动这个记录。那我感觉那很难吧，就长浩不是太三可个，是的，这李世石最多也就13个，好能。像，不太可能了。这好像没有人能追得上这个记录，太厉害了。白棋跳，飞了一个。还是很扎实那是个的，是棋的，是吧？能感觉得到，他原来的棋就是这个样子，对，扎扎实实把木都拿到手里面，然后给你练后半盘。对，其实这好坏不太，就感觉让我们感觉又回到了对，那个年代，那个年代，是，对，又回想起了那个青春因的时为候。早年他的官子太强了，实在到后半盘收束，没有人是他的对手。现在白的拆一吗？还是小飞？拆一，拆一，这个棋看的还是有所感觉。很有回到当年的感觉哈。是，小尖，
哇，这对不起，真是，就我要下白黑棋，我可能外面对呀、啊，总想着往外面走，外面走一个，让白的拖过嘛，就拖过了。对，就确实很难有这种感觉，这种主要这地方还漏着风，这往下尖，感觉挺有点奇怪，就飞还是震，震了一个，震一个，尖顶。你能想得到吗？吓成这样，确实，确实是，然后黑棋飞了一个，那肯定要在底下谋活呀，要不然这块棋没活，把棋跳了一个。这棋不靠住他吗？就觉得靠住他，在这里面眼位有点不靠的话，他主要他长是用的是先手，他一夹，他也是活棋，跳，哇，接在上面，挤压一个。感觉每一步棋都功力深厚，是，但这底下的眼位是不是还是需要再？这并是先手，但是要说活可能没活，因为白的就搬了打吃一个，搬了几下好像没活干净。对，你接上，如果他硬要说破你眼的话，你还是眼还是不够，对。这样的话局部还是打结活，对，第一个太扎实了太扎实了，就感觉但实际上这个下法呢应该不便宜，对对，我也不觉得特别好，反正我肯定不会这么下，因为毕竟这就白棋跳，然后黑棋靠完以后虽然活了，但是两边其实还是有点打架，没错，就是黑棋的目数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我这么他可能觉得他这么下他有把握赢，我可没有把握确实还是很复古的一个下法，白棋点在这儿，点一个，这其实点一个主要是他主要是只要将来他可以跳在这儿，就是黑棋得吃一个做活，就是白棋这里的先手一堆，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他觉得你不敢发力，对，你要其实他这就是说我最傻的，我这儿立一个总先手，就我有这个总先手吧，那 你就不能走了，你就不能分段我吧？我这个随便走一个拖也拖过了，这个爬也爬过了，那肯定是分段，就是当然我你要秀的话，可能这个也是先手，这个我也先手，就我先手很多，所以我可以点在这里，搬。黑棋这里出个头这里出个头的意思就是你这现在先手不是了，因为你要走完以后，这个还是一个剑合的状态，对，白的应该就贴起来了，我看就贴一个，是不是压了一下，挺润的一手棋，白棋压了一下，先压一下，然后再贴一个，确实贴一个觉得很舒服，很舒服，对，因为贴完以后黑的只有半只眼，而且白棋的目数拿的也很舒服，没错，是的，黑棋跳在上面，那白棋底下是不是得补一个吧，倒虎，那白棋还是挺实惠的，我觉得，对，这个我再跳一下，你只能单关连回去，我心情愉快，我觉得，而且待会儿我怎么看着你虽然全线连上了，但确实这可能这里大概有一个后手眼，然后这里有一个后手眼，确实还是没有完全做活，黑棋主要走了半天的目数其实不得，对，盯了一下。接上，但就不先不论好坏，但是看着就感觉很舒服，看着很舒服，对，我就觉得看着很舒服，就这个棋，就每一步棋感觉特别有味道，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这种感觉。就当年李昌镐的、他给他起的外号叫李麻，就是说他那骑那下的让你感觉麻麻的，你也不觉得是特别好，但是再过一会儿你就觉得你形势已非了，就不怎么样了。脊柱嘛，是不是很怀念这个当年的这个棋谱 是就是对，大家摆棋的时候如果能看出那种感觉来说的话，摆棋就会很有意思。没错，是这样的。考一个黑棋扳，白棋连扳，断打，这一带怎么样呢？会下手？这是啥？这白棋没有打，直接虎在这儿了。这是好凶啊。假如说黑棋往这儿打是什么意思？打我肯定只能这一手，没有别的可能了。就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转换？那我觉得好像白棋吃的还挺实惠的。黑的虽然吃了一单，是好像目数比较干。白的这里目数也比较大。是的。黑的应该不能这样转换。黑的虎住。哎，那感觉白棋还可以啊，看上去白棋粘在这儿了，粘在这儿。它是粘的。我觉得白棋不错呀，我觉得白棋不错，是吧？有这种感觉。他在这儿提了个子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然后黑棋小尖，主要是还是说不定没有看到常老师的虎这么强硬的一个下法吧。有可能。这样感觉上白棋还可以。对。跳。这看来这个下棋的熟练度还是很重要。就如果说熟练度不够的话，经常一些简单的招法就看不见，就明明觉得是应该能看得见的，可能下的时候就没注意，打了一下。这是打僵吗？是的。靠住，不太确定就打一下是打僵。然后挖粘，这是什么？这里是做眼吗？好像是这个意思，就只能这样理解，要不然被人家扒死。他要干嘛？就是意思是我先手一只眼。对对对。实战白棋拐，黑的退。飞一个，给刺一下。这是真的。那黑棋刚才靠一下很有先见之明啊，要不然的话这挖一个更厉害了。这么秀吗？现在这是什么状况？现在黑棋怎么办？想想这件事儿吧。这棋打肯定是要打这个了。打这个，因为打这个这两个断点你被断了，你总是先打这个，然后他查，然后你先冲一个，这先连回去一块儿，然后再看这底下。这什么状况？这是再看这底下，再看这底下，那只能走这边呗。加一个是什么意思？加一个啊、加一个，加一个的话只能断啊。断那就长呗，就长。对，爬一个，对，然后再冲，再爬。那黑的活了。黑的长刀一下已经火了，你冲这个，我贴这个，那火总活了。那你冲这个，我就是火了。那什么意思？吃这个？那吃这个也不得呀。这是啥意思？吃不掉啊。虽然看着很酷，这个手筋看着很酷，但是发现好像没什么用。吃了一下，加了一个，对，就是这么下的啊，就这么下的。然后他没有长，但是啊，贴了一个。他就冲吃了一下，然后贴这个啊，单贴，就觉得贴也活了。挤了一个，那有什么用啊？挤一个什么意思啊？挤一个是放弃了，就顶的话是什么？
顶的话他就接上。长。就我先接，那我就铺呗。那个团上这个杀气，这样能行吗？长一个。一个。我觉得不像能行的样子。应该不行，主要这可以顶。对啊。主要可以顶这个。顶你要接让我一吃我活了。那你要接让这个我冲完。这样能杀得赢啊？杀不赢。这那么多攻气，这最多也就是双活之类的吧。对。我觉得白棋应该要死吧，这样子。对。不行。嗯。那实战几个算了。对。那算了，那这点了一袜。那为何要点了袜呢？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刚才不如直接就把这个粘上就完了？对，接上，对，对，该下什么下什么就好了。嗯，这个粘上也很巨大呀。对，嗯，这里应该是看错了，黑棋长了两下。现在黑棋就拱，拱一个就活了，应该对。我先顶一个吗？顶他顶了的话，他就打过呗。顶一个不便宜，他顶在这儿。哦，顶在这儿就拱住饭了。嗯嗯，这样的话感觉白棋也没有说，白棋只是说把这个连上了，这块棋活了。对，是的。但是黑的这目数还是便宜了不少，白的这里，毕竟这里断点还都是单关断。这里应该看错了。我觉得白棋还不如刚才就靠的时候就把它搬了。然后黑棋是不是中间？哎，他是不是还得走一个？中间他也得退。对呀、啊，退一个、嗯，然后我就把这个接上嘛，就是。嗯、是慢慢来，感觉白棋。反正我这儿也木，这块还怕死吗？我总不怕死了。现在主要有个问题，白棋打过好像是后手。黑棋可以脱先是吧？嗯。就是这里差了八目棋，但这里大概先手七目，但打不到。还是打不到、嗯、这肯定断位会更大。但白的如果粘上黑棋下来是先手，白的还得做活。这。黑棋顶了一个。哦。那不是勺吗？那不是勺吗？那白的顶在这儿，那不是变成白的先手了吗？果然。确实。他不是连上了吗？连上了。嗯。先手连了，对，下不去了啊！本来是后手，本来白黑的顶是先手，本来黑棋顶一个是先手，让你后手都过、嗯、是吧？对，嗯，顶一个没必要。嗯，这棋下到这儿的时候，这目前显示的胜率是白棋是32.3%，那这还是亏了，肯定。本来我觉得白棋还可以，对对对，不是他这个顶之前都只有十多个点了啊，顶又亏了，对，顶又亏了一些回去，顶亏了20个点啊，还是所以这棋还算比较接近嘛、啊、虽然说比起始胜率白棋下降了十几个点，但是啊30%多其实都不是事儿，这个粘上依然很大、啊。目前为止呢，我们跟他们是同步。啊、跟他们同步，可能白棋稍差，但是也说不上，这还得看，中后半盘的下法。哦，白棋现在已经把这个接上了。哎，那黑的从哪儿了？就白棋顶了一个，然后黑棋。不，这个没有接吧？这个咱们看的画面上，咱们的棋盘上的话、哦，这是。应该是。对，他是顶了一个。顶了是吗？就下到这儿，现在目前下到这儿。哦哦、他们如果说现在四点的话，可能有一方进入独苗、哦，因为还有另一方可能还没有进入独苗、哦。那么我们一会儿呢，还有，就是围甲的精彩对局，哦、所以这盘棋呢，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嗯、啊，一会儿来欣赏围甲的精彩对局。好，嗯。